陳志全議員。唔該，主席。呢節我先係補充少少關於削減屋宇署嘅開支部分。屋宇署呢係管理混亂，人手呢係錯配，嚴重不足，員工係怨聲載道，係天怒人怨嘅。上一次我講咗好多佢哋要包括要做嘅嘢啦，例如落區睇個案、寫報告、監察僭建、危樓失修、處理爆渠、招牌拆卸、招牌批工程費用、驗樓驗窗、檢查圖則，呢啲我上一次冇講嘅。員工本身呢嘅工作已經非常之繁重，加上近年呢政府仲係推出一系列嘅計劃，包括強制驗樓、驗窗，但係就冇因應比例增加人手，結果員工呢本來已經排山倒海嘅工作呢係變得更加高啊，個海係更加深，個山係更加高。好多時呢員工喺政府向公眾推出咗嗰啲政策之後，即係例如講緊嗰個樓宇嘅驗樓政策啦，都唔知道政策嘅細節內容，呢啲係啲員工反映嘅，到底應該點樣執行。可見呢屋宇署係管理混亂，一味呢就講就好大喜功，想就話想急進，根本係冇照顧下面嗰啲執行嗰啲人員嘅能力同埋配套問題。政府又試過呢短期內推出六季嘅驗樓計劃，但係職員嘅人手有限，連第一季都未處理好，跟住又係怨聲載道，結果呢佢哋又趕住做又做唔到，做唔完又加班，加班之後又做唔完，做唔完之後士氣低落，惡性循環。佢哋一日要落區睇三四個個案，每日又要喺辦公室寫報告，到咗第二日又接電話，又數個案，又寫報告，都做唔到，都唔知做邊樣先。結果後果係點呢？結果咪就係堆積如山囉，啲報告堆積如山，處理唔到，跟住市民又投訴啦。嗱，結論係咁嘅。其實呢啲員工上次搞嗰個午飯時間嗰兩個鐘頭嘅大罷工啊，當然作為工業行動呢個就好似好小規模，但作為政府一個咁嘅部門，就是一個好大嘅警號。佢哋要求前線救急，立刻加人，多聘500嘅人，以回復正常比例。恢復士氣，提高效率，以加快長期署任職位轉為常額編制職位。第三就是證明正職，定立清楚的工作職能。第四就做了，更換署長，以有管治思維的政務主任擔任，重新分配資源。咁但是做了第四是不是代表做到呢？咁我唔再喺呢度呢糾纏，但是大家可以因應我剛才所舉的事實的例子分析論證，去支持418至到425是有關於屋宇署的削減條款。跟住落嚟呢，當然就是呢一部分其中一個主菜啦，就是削減發展局的開支。發展局呢分兩部分，總目138政府部、政府總部、發展局、規劃地政科，修正案的編號618至659，總共有42條咁多。另外發展局總目159，發展局公務科，修正案編號呢是由106開始至到呢是你讲的1006，是1006，哎，主席是睇漏了个零了，1006开始至到呢是1017，这些就是公务科，那有12条修正案。可见呢这个发展局呢又是今次议员提修正案的叫重灾区或者战场。那当然擒贼先擒王啊，削減所有嘢不如削減咗個局長，所以大家呢強力向大家推介第630
和631號的修正案，不約而同都是削減大約相當於發展局局長一職全年薪酬的預算開支338萬元。咁啊，副局長都有份嘅，632、633，削減相當於發展局副局長全年薪酬開支。等大家知道副局長年薪幾多嘛？254萬元。好啦，局長陳茂波新鮮滾熱辣，呢幾日出嚟公開表示好擔心。立法會如果未能夠就財政預算案表決呢，即是拉布呢，就會影響到發展局多項的工作，包括土地供應。他說深怕受害的是我們的市民。議員多坐一會，歸根到底都是監察政府的運作，有據可依。但是這個失職局長再坐一會，就只會施政失衡，跟市民無商無量，最終是危害我們這個香港。劏房波、醉駕波、囤地波、盲搶波，我想要補局啊，補局長啊，最多人支持呢都一定是補波啊，補呢個陳茂波局長。即係以一個單一局長下台嘅遊行，係人數之多、民憤之高，係即係我諗，除非23條啊、葉劉淑儀咁樣，不過唔係嘅前局長係會有咁嘅即係場面嘅啫。咁要削局長嘅人工，當然我哋睇返啲數據啊，我哋特區政府養住一班叫做負數局長啊、負資產局長啊，負數局長裏面以陳茂波嘅分數係最低，負34%啊，同梁振英呢真係孖生兄弟啦，兩個都跌入呢係叫表現失敗嘅行列。當然梁振英重用陳茂波就是大家互相掩護啦，即是我有醜聞的時候捱一陣，你又出來爆爆單嘢，爆單嘢就轉了傳媒，又向了你那裡攻擊，我又可以唞陣氣這樣。今日社會面對最悲涼的局面，就是主席你有權終止我們的辯論，不讓我們無限期無了期地罵陳茂波，但香港市民呢就沒有權罷免我們的局長。例如主席你今天說民選議員通過的議案，我們哪有約束力呢？早在去年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陳偉業議員要求陳茂波下台的議案是通過了的，記不記得？通過了，民主派、建制派立場分明，當時是11票贊成7票反對，通過了陳茂波下台這個動議，亦都是以我在議會經驗就是史無前例了，即是通過了一個要一個局長下台的動議。不過這個動議是無約束力的，議案通過，局長態度是照舊厚顏無恥，再坐一會繼續做下去啊。陳茂波局長不知道他記不記得啦，即是不要計近日的張炳良呢，自從梁振英上台一年多以來，連他自己和發展局，即是他自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內，已經有數位高官呢是出現誠信問題，當然包括之前任的麥齊光啦，這些都涉及公職上的失當，實在是對事而不是單單是對人的指控來的。至於後來出現那些相繼有人跳船啊，即是他的政治助理又走了啊，那些已經不深入講了。事實上根據有290萬香港用戶的 Facebook 所公布的2013年使用數據，香港熱門話題頭十位，第一位是颱風，第二位是梁振英，第三位是陳茂波，我是排第五的，竟然可以。有分析指出，從排名可知呢，我們香港人最關心就是颱風啦，但是陳茂波和梁振英呢就當然是招惹颱風、招惹風雨的人物。
成日说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啊。要比较陈茂波和梁振英呢，就真是叮当码头的了。讲回事件，陈茂波担心拉布，最担心是什么呢？他大会啊，大会啊，过不到财政预算案。他就说呢，他不是担心啲老人家冇中援，公务员冇粮出，他说呢，如果咁落去呢，六月初都收唔到拨款呢，就冇钱交水费啦，无法支付五月份大约3亿6千万嘅东江水水费。他讲完呢句呢，支持我哋嘅人仲多咗喎，他说哇，拨款俾你交水费，即係交东江水费，我哋都即係而家倒水落，好似倒水落咸水海咁样。嗱，呢个局长佢对于基层呢漠不关心。陈茂波近日在立法会的特别财务委员会上表示，东江水价格5年累积升幅是26%，但是水费过去19年呢是没有调整过，全香港现在是有 14% 的用户是不用交水费。当局的目标呢是逐步收回成本，见微知著，即是看到陈茂波这个人当然是最关心自己的部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第二，从这个水费的角度你看到呢，他是没有理过低收入的一群，即尤其是是 N 无人士啊，这样。即政府都可以有减免电费的政策啦。这 14% 的用户没有交水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他们悭水，节衣缩食，节水添啊。我知道有些贫苦大众是将个喉楼到好细，一滴一滴滴啲水落嚟啊，就希望个水表唔好跳咁多，唔使交水费。如果呢啲咁少用水嘅人往后发展局长都要諗尽方法啊，要追要邀埋佢哋跌入埋呢个水费网嗰度，但係有缺乏完善嘅水费厘定机制，咁係咪意味住啊，你係唔理呢一班社会嘅贫低下阶层呢？而家香港嘅贫富悬殊非常严重，当局一边话要扶贫利民纾困，另一边呢就话要追收水费，要收回成本，就想喺呢啲低收入家庭嗰度开刀，呢个我哋係绝难支持。本来引入海水化淡技术呢其实是好事，我哋话唔好卖东江水，我哋同喺事务委员会同政府辩论咗好耐㗎啦。全速发展呢个海水化淡技术，东江水嗰个问题好多，一人间有啲针对水费嗰度我哋先再详细讲。其实而家以发展局嘅计划嚟讲呢，完成嗰个实验就算成功呢，嗰个供水量呢，我讲海水化淡啊，都不足10%。香港呢仍然是要买东江水，今年花在买东江水那里接近40亿啊，39亿6千万。但我们香港现在的水的情况是怎样呢？去年香港9个水塘因为要注入东江水而溢出的天然雨水已经达到4000万立方米，约15000个标准泳池。陈茂波又多个名啦，倒水波啊！我哋讲过，东江水你用唔用，原来都系要俾咁嘅钱嘅，因为成嚿成批买咗翻嚟噶啦。倒水波呢个罪状就系佢唔肯吸收民意，吸收我哋嘅意见，去重新研究呢个东江水嘅问题啊！只许当局加水费就散水，不许贫苦大众节约用水就藏富啊！这个不是首要罪状，这个是因为他讲水费问题，我顺便讲一讲啫。当然入心入肺，近排最大的罪状，即由新到旧讲啦吓，倒罪法。陈茂波担心拉布，另一样就是拉布蔓延对其他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当然而家处理紧。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前期拨款啊，咁就被拖延啦。佢话
但是只要这个团地波一直在位呢，我想真的可能，即是不拖他呢，议员才是不尽责任。